一点不得辣椒，吃下饭。木瓜丝，这个酸辣木瓜丝有活动啊，每一袋优惠8米。好几天没发视频了，太忙了，没时间吃饭。炒的酸菜小笋啊，我番茄小笋现在有库存了，19.9发3袋，喜欢吃的钻石去拍啊，姐妹们。吃点鱼。
我不用放在那里吃，没吃了。我要说话。爸爸，你忘记几个杯子？这几个杯子是自己加的。来吃饭了，今天是个麻辣泥鳅啊。西兰花。还有我们家的麻辣梅豆腐。麻辣你就是用那个人人会辣椒酱煮的，今天天气热，煮个饭，满头大汗，满头大汗的。
吃饱了？嗯。我就吃。小粉，今天头发没扎，衣服也没换，一天在家不出门。这天太热了，一天躺在家里面，吹着风扇，不出门也不给他换衣服，穿个睡衣，特别凉爽。拜拜。